这绝对是全网独家，兄弟们，今天我受我杨子哥哥的邀请来他家里做客，这个家应该是目前的全网没有曝光过的，这可以这么说吧？我真的可以进去吗？来来来，走走。来来来，你家这门真是够震撼的。走走走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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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之前我听那个就是综艺上就说过，这个盛怡姐许综艺还特地租了一小的，您这是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奇葩吧？谢谢姐。您平常就住这儿是吗？对对，这儿主要是我和我妈妈。哦，妈妈，我好朋友来看我了。哦，阿姨您好。哇，阿姨真的是一脸福相啊。来，给所有的网友们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妈妈今年是89岁，而且还健步如飞呢。你看上楼梯，如果外边太冷，她就会走几遍楼梯。有时候在家里锻炼，在家里锻炼。特别艾伦，我儿子小的时候，抱着小孩上楼梯上3楼没问题。哦，是�吗？哦，我看您看这只有3层楼。妈，您坐吧啊。嗯，您休息，您休息。有时候我们是举办一个小型的家宴的地方。哦，就吃饭的地儿。我们刚刚看的这是客厅，这是会客，然后这边是吃饭。哇，自己家吃饭的地方吗？这也能坐20多个人。对，您家族一大家子可能人比较多。40同堂。哦，40同。你看，就等于说我们一代，我大哥、二哥的，包括我们家的小孩儿，大哥、二哥的小孩又生了小孩了。哦，40。其实这个桌子只能到第3代。哦，那您家过年一定很热闹。对，真的，过年应该超级热闹。是。这吊灯看着真的是很气派。这我刚刚一进门打眼一看，这个鱼啊，年年有鱼。这鱼好漂亮啊。对，这是一整块木头吗？是的。嗯，哇，挺重吧，应该有个小半吨得有。对，这您我一进您家里面全是古色古香，这个系列主要是为了老人家高兴吧。我问一问您要是在卧室啊，跟底下喊是为用对讲机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小朋友玩的一个小游乐室，因为孩子多嘛。我装了游乐场，我的天哪。哦，就谁们家的小孩来了，就会在这个里边。我以为刚进来的时候客厅已经很大了，但是他们每一个房间我都是挺刷新我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妈自己剪的。哦，有这手艺啊！而且写了很多。哎，我妈妈在屋里边画了好多画。我妈妈到现在是耳不聋眼不花，自己还在认真做活。而且这是自己剪的，砸衣服、缝衣服，都是我妈妈自己来。我一人给他们做了个褂子。妈，带着大家去看看，看谁的手艺。哦，我妈妈自己画的，还可以吧？哦，用蜡笔、水笔，真的是惟妙惟肖。哦，活灵活现啊！但这个是86岁啊画的啊。哇，这些是新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嗯啊，要不就画画，真好啊！没有阿姨89岁，可能吐字各方面特别棒，特别清晰。吃什么什么香？嗯，吃什么？不累得慌啊，不知道累，能听懂我？我能听得懂，能听懂，能听得懂啊！这么高龄，然后是经纪人还这么好，心情好，心情好，谁都对我好。你说，吃的穿的，什么杨三儿，这个带的，那个带的，这个长命百岁，那个长命百岁，哎，不如买了这样乖乖，那样乖乖，就是心情好，身体就好。家里人总聚一块儿，所以心情才能好。老人们高兴，一定会长寿，对吧？对对对。行，那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？好，对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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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坐着，我们晚上晚上回来。这大家人们都来咱们家吃饭。知道，放心。啊，就是都叫你们。这好客。行，那阿姨您先休息。啊，您休息啊。走，我们再去您那个收藏那边看看。我哥这收藏啊，真的是国内首屈一指的。今天我们先见见世面，咱们先去看房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这个传说中目前最贵的最贵的壶，对，一把紫砂壶，一个小目标。走，看看。